哥们的新年版本的交换礼物，参与的有谁嘞？他们有常永强的 Danny 裴勇 Dennis， 还有我。有没有红中一点蓝的概念呢？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送出好礼物跟超好礼物，由抽签来决定我们要送给谁。我送的好礼物是 Danny Aboy， 超好礼物是蔡长乐。如果你们想要看我送什么礼物给他们，就去他们的影片看哟。然后我收到的好礼物是蔡长乐的，超好礼物是 Dennis 李明。算了，我不要黏你。今天的打扮有没有像初一？噔噔。送我的好礼物，不要看这包装，一定是随便拿来装的。哇，什么东西？这里可以播？哇，我不想穿。有吗？可以吗？开场有，一定是你做的主意，是不是？买肉色。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他给我的卡片。你看，极有心，这就是别人送给他，然后他把 Happy Birthday 关掉，然后再写 Happy New Year。Thanks。Hello， 书里，我一向来都很敬老尊贤，很尊敬。不过这份礼物真的太精致了，连我都想要。什么意思呢？连你都想要？说太长了，还他很想要。这个礼物跟我有很大的共同点。真的吗？你不是才这样子而已。他故意的写错我名字，希望苏玲姐姐可以穿上它，然后去到马路中间跳滴滴。这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，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。假的，明知道完这个交换礼物，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节目。看到是蔡长乐送给我，我更知道这不是一个好节目。为什么我还要这么天真？哇，这么大，这个是一口，这个是三根，好像垃圾袋有没有？看来我的淑女形象就不见了。现在就要把这个礼物给穿上，脚伸不出去的啊！原来，好麻烦，脚嘞，洞口在哪？我现在已经把脚的部分穿好了。头发就是为了这个节目才去绑的，我还叫蔡妈妈帮我绑，现在都看不到东西了。我今天的打扮有没有像春丽呢？蛋蛋，蛋蛋，蛋蛋。我的头好像有一点太大了嘞，是这样子？哎，怎么样？我的头塞不进。哎呀，这个头太小了，我的脸塞不进哎。第二次尝试，好像可以。等一下，我的手拿下来，我眼睛就看不到。这难道是名副其实的龟头？我现在来安装这个小充气筒，看我眼睛现在一边看到一边看不到。阿本，你有啊 ？No。它好像坏掉了，对不起大家，它现在是一个布局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在研究它怎么膨胀，好像没有办法。大家还记得在圣诞节交换礼物，我也买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东西送给别人。现在我知道什么叫做因果轮回。
叫一个女生站在马路中间跳舞，她穿的这个东西啊，冷气可以调大吗？我觉得这整集下半集我的脸都会很好笑。好，我们现在不理这个不举的，现在我们来拆开 Dennis 林敏送我的超好礼物，讚！我再打开，嗨，哇，原来超好礼物比好礼物还要……我觉得看到这个礼物我很无言，竟然送我一本字典。我们现在先念他的卡片，哇。它的封面很可爱，常勇书生，常胜书勇。哎，他有 so cute 哈、啊？他写什么？哦，看你还是学生，要多读英语，未来有很大的帮助。就送你字典，希望你会喜欢。From Dennis， 原来是看我英语太差，所以送我英文字典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会用功读书的。Oxford Essential Dictionary， 20.9的 Dictionary， 有没有很文青？哎，本来没有这个，不会很文青的。既然已经搭配这套服装，我就利用这本英文字典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身上有相关的英文字。第一个英文词叫做 tennis， this is a noun， 什么意思呢？我身上穿的这套服装的意思叫做晶晶。本来我想告诉大家镜子的是什么，但是这里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Dennis 选对了字典吗？镜子的英文是 pink， 我很仔细的找了，还是没有这个字。This is pink color。现在跟大家介绍我脚下的两个球状物。这个英文字典也没有这个词，这个英文字叫什么呢？这个英文名叫 testicle， testicle 的意思是睾丸。今天的英文课就到这里哦。Dennis 还送我多一份礼物，我就猜到他一定给我他的衣服，怎么带上？为了要达到我们的游戏规则，现在就把他的衣服换上。已经换好 Dennis 送的衣服，怎么带上？送礼物都还要打广告，千遍。我现在已经懒得装饰了，你看我的头发就知道那件衣服有多热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然后你们想要看我送给 Dennis 和长乐的礼物，就去他们的 channel 看啦。Animal's body that is used for getting rid of the part of a man's or a male animal's body that is used for getting rid of waste liquid and for having sex. Okay?